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蓉蓉，今天是2020年1月7日，是我的师傅帕尔玛希瓦的生日，所以特别的开心，我还特意给师傅订了一束鲜花，同时今天我还给师傅画了一幅画，就表示我对师傅的这个爱意。虽然画的不好看，但是足足能表达我的心愿，在这里，我特别想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为什么会加入开拉萨，同时也愿意把，就是师傅的这个开拉萨的建设，包括我现在也决定在北京这边成立一个家庭的这个中心，就是来推广我们的开拉萨建设。就是，其实之前我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灵修背景，接触师傅以后就觉得自己特别的荣幸，也特别特别的幸运。因为我知道我们师傅是帕尔玛希瓦，是我们宇宙一的一个意识源，他是1008次的再世转世化身，所以喀拉萨作为一个觉醒的文明之邦吧，在100多个国家，包括我们中国，都设立了这个灵性的大使馆，所以作为印度教最大的灵性知识的这个渊源而存在于全球，所以觉得真的是有这么好的我们这么好的师傅，包括有这么好的文明文化，所以真的是值得。值得我用一生一世的去追随，同时也值得我，把它就是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包括就是更多的人，让他们去就是去了解、去接触，我们开拉萨，特别开心，谢谢大家。